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这是下期广告，我是马士，我是阿丁，欢迎大家持续来收听我们节目，也祝大家今天天天开心，年年愉快，年年有余，红包拿来过年还是没啦啊，没啦啊，但是今天不是也是很重要的节气吗？今天是新历的十月八号，就是寒露，放假了。新历不是古历吗？其实这块来讲，大部分看的是新历，嘿，跟你想的不一样，嘿，因为过去我们都会感觉应该是照古历嘛，不过你找资料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它顶头写的并不是跟你说古历的几月几号，它大部分写的都是说在新历的几月几号到几号这段时间，有可能就是今年的那个节气，参照说寒露对吧，今天是寒露，你在找资料的时候，它顶头它可能就写说是国历还是说新历的十月七号八号还是九号其中一天，它是这样写，所以每一天可能就是会落在这几天的其中一天，这样所以说在这个二十四节气要看新历，我到目前我看到的很多都是这样，除非参照中秋敢算是节气，应该算节气吧。你想清明，伊嘛是一个节气哦。嗯，啊，咱清明是看新历。对啊，嘿，哦，对耶，就是安尼，伊就是安尼来去分的。所以讲，大部分的这个节气啊，拢是以新历为主。嗯，我今天长知识，我的世界变得难以奇妙又难以言喻。因为我过去嘛，拢会感觉讲。啊，过去人咧做农事，毋是拢照古历咧看着无吼，所以我之前嘛拢感觉是古历，也毋过实际上是依着新历来去看。所以我若按祖兵兄来看，寒露可能看起来就是小可寒，啊，佮有露水，啊，叫它淡淡，可能会落雨，安尼是这样吗？嗯，即嘛即个寒露吼，就讲伫暗暝啊的时阵呐，用夜寒如水啊，就是你只要露水吼，伊就强要变作是霜。已经要结霜的这个状况啊，所以讲温度其实是开始咧降低啊，所以讲即马开始啦，迄个天气拢豆豆咧变寒。嗯哼哼，所以讲，你有感觉即马日时咧透早的时阵啊，甲日头落山，真正真有感觉对无？甲过去一段时间来比较起来，时间上真的比较不一样一点，但是因为基本上嘛是就是夜行性动物。他就讲有一句这个俗语咧讲，白露水寒露风，伊咧讲哦，白露的时阵啊会落雨，啊那寒露的时阵咧会风台啦。啊，不过今年可能无这个时间唔是无风台安尼啊。嗯嗯。所以讲这是节气当中所讲到迄天气，一寡无啥共的所在。是了解啊，那我算是今天长了很多知识了吼。那同时，我们今天连假第一天就会提醒大家，寒露之后，慢慢的天气就会越来越冷，日夜温差越来越大，特别小心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在连假的时候，当然还是要来庆祝一下，好好的玩乐一下嘛。今天一样用故事跟大家来玩，但是今天在讲的故事呢，这就又非常刚好了。今天是这一位神明的生日，可是这位神明是我们都听过他，但是我们好像没拜过他哦。他是孟婆，大家对孟婆有熟悉吗？其实我感觉大部分的人对孟婆印象就是有这个孟婆汤对不？而且都会感觉说，孟婆他是在地府在阴间的一个神明，所以都会感觉怕怕的。你有这种感觉吗？我是没啦。因为一般若是讲介，就是介伫个即个阴间的即个神明啊，咱会讲依靠距离，因为咱平常时所拜拜迄个庙宇较少，像讲你嘛较少去听到讲有阎罗王的庙，就较少对无吼，应该有啦，不过咱就较罕得听到啦。嘿，对啊。所以讲你对庙宇有啥物款其他印象无？其实我的想法是非常浪漫的，什么？因为不是都说啊，你走完了地狱里面的各个的地方之后，你要投胎，你要先喝下孟婆汤，你才能到下一世去嘛。那我就觉得这个遗忘这件事情是很漂亮的，你可以透过一碗汤就遗忘。那我很好奇的是，孟婆在跟这些人在
聊天的过程中，还有把汤端到给他手上的时候，那个过程中他们讲了什么话，发生了什么事，这我是非常非常好奇，所以我对这个一直都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想象啊。再加上之前有一些偶戏剧团，他们也有做孟婆汤的相关的一个演绎，只是那一场表演也很特殊就是了，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讲它特殊在哪里。但总结来说，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些想法让我觉得孟婆汤还有孟婆这个人他的一个传奇一生，我觉得是非常具有神秘色彩，我是非常喜欢的。嗯，参像讲你拄只所讲啊，孟婆伊就是有这孟婆汤，我相信这嘛是大部分的人对于相亲的印象。啊，我你因为这原本我想讲较后边来讲，要唔过你讲到这個，我感觉我先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好啊。你过去是拄只来我问你嘛，你无看过孟婆客栈对不？嗯，这是算是前年到去年伫个电视台所播出的，啊，因为已经一段时间啊，想讲会当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因为这出戏啊，伊算是用这個歌戏的方式来演出的，啊，这個、歌戏的元素就是结合一挂较新的现代一挂歌曲啦，啊，当然嘛保留着一挂过去歌戏迄种戏曲的调伫个内底啦吼，主要讲这出戏内底就是咧做着阴间内底的故事，只是咱讲伊的阴间有新的元素对不？伊伫个地府嘛有真侪新的元素，比如讲，伊有电视，伊有手机啊，伊嘛有通讯软体，伊虾米款咱现代有诶物件，咱只要有更新呢，伊伫个地府嘛有，所以讲伊是一挂新的元素。啊，当然伫个剧情诶部分啊，你拄则讲，是毋是这鬼魂啊，若是要投胎，伊甲明伯讲虾米？伊这个故事，伊咧讲的就是讲，每一个鬼魂哦，伊要去投胎进前，伊会先去这间明伯客栈去休困。啊，伫个这明伯客栈内底，就是伊真正是一间客栈，有头家有员工。啊，这个人爱甲鬼魂服务好势，就是互因完成因在生进前想要完成的愿望。等待因愿望完成了后，才阁去啉明伯汤，啊，准备去投胎。所以讲这个过程吼，我感觉真趣味的就是讲。这个鬼魂接受了服务了后，会和这间客栈平分，就是恐怕要给他几粒星啦吼。啊，这个客栈的目的就是要给他经营好好势，就是将这个鬼魂服务好，啊，摕到五粒星。这是伊剧情哦，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啦。所以我感觉伊真趣味的，就是将一挂咱过去对地府，还是讲对明婆，将明婆汤好啦，和鬼魂啉了后。将记忆放袂记这件代志，用搁较无同款的角度，啊无同款的故事来去解写出来，我感觉这足特别嘞。啊，那总讲嘴呐有破空胸啊，即马同款啊，刚有法度啉落呀。这面包汤，大家看面包汤伊的口味哦，因为我看面包汤哦，有个人讲啊，伊有真侪无同款的这个口味啊，吼，讲有这个甘苦、香、酸、咸。五种的味，你可能袂当啉香的啦，嘿嘿我计来啉苦的。啊，因为讲，这伊个面包汤其实吼，有一个讲法啦，伊就是用一挂药材，啊，佮加入着真侪这种人的情绪，像就是欢喜、悲伤、痛苦、万分、羞愤，还是爱。就用这些东西去将这个面包汤、来把它做出来。啊，也有一种说法说，这面包汤其实是面包它的目屎一滴一滴累积下来。啊，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咱稍等一下在讲故事的时候，咱可以来联想一下啦。你等下要跟大家讲什么是面包的故事吗？还是说它怎么来的？还是说它有一些传奇呢？等下要来跟大家讲到面包伊过去哦，有一个流传的讲法啦，就是讲民间有咧讲，面婆甲元老有一段爱情的故事。这我即马才知。我嘛是咧找资料时阵，才听到讲，原来有这种这么特别的一个讲法咯。我嘛第一摆看到，我感觉真特别。所以讲，咱会当来联想一下哦。拄只我讲，面婆汤有个人讲，伊是面婆的目屎一滴一滴安尼累积落来。啊，甲这个故事，因的关系是啥物吼？咱可能会当想一下啦。好，安尼你先来准备讲故事，我先去传汤。真心陪伴，不离不散，94.3，94.3，喜怒哀乐全由我来分担，94.3，94.3。
就是赞。在民间传说当中，明伯甲元老有一段爱情的故事。听讲伫真久真久以前，有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去予玉皇大帝选做是天神甲冥界的神明，也就是元老甲明伯。予人料想未到的是，这两个神明竟然互相意爱。这件代志去予玉帝知影了后，玉帝足生气，足生气，所以就下令予这两个神明真重的惩罚。这元老不管是走到哪里，他的脚底都会生出荆棘来将他的双脚剁破。那明伯呢，是去让人天花变作是非常败，面顶的妖魂就像是花瓣一样，变作是一个老阿婆的面。元老知道明伯非常要紧他自己的容貌，所以他就将世间上所有的镜拢总打破去。阿姨嘛，为着要甲明伯做伙，两个人就斗阵到阴间的忘川河。因为伫个水内底生活，元老伊所住的所在才袂生出刺。也毋过忘川水当中的倒影，煞予明伯看到家己真歹模样。伊无法度面对家己，更加是无法度用安尼的面容来去面对伊家己心所爱的查甫人。所以伊就点点啊离开元老，四界伫个闪避伊。这元老却一直在干扰，一直吹，一直吹，脚底生出来刺，将伊毒到流血流滴。这花在民间当中，就开出了一蕊又过一蕊的红花，人家称呼比花花。元老吹啊吹，吹啊吹，最后也是吹无明白，所以伊只好转去到天庭。伊就开始来替人间的人看姻缘，变作是元老。啊，那明伯嘞，伊就伫个忘川河边啊，制作忘伯汤，变作是明伯。听讲啉明伯汤的人，就会当将温怨来甲放袂记，重新找到家己所爱的人。一个伫个天顶管理姻缘，一个伫个阴间斩断情线。这两个人从此以后阴阳两隔。互相无法度搁再相见，这也就是关于明伯甲元老伫民间所流传的一段爱情故事。脚踏车，坐公车，节能减碳，爱护地球，咱就斗阵行。高雄公播电台 FM94.3。 继续回来来收听下期公告，我是马士，我是阿丁，这是高雄公播电台 FM94.3 AM1089。 今天的下期公告在寒露这一天在连续放假第一天，就是今天这个孟婆生日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孟婆的事情。刚刚阿丁已经跟大家聊了明伯跟我的他们爱情的故事，好浪漫。要不过我也觉得说，虽然就听起来一开始很浪漫，要不过毕竟两个人他们互相意爱嘛，结果没法度做伙家己做着家己代志，虽然讲因做这件代志拢是跟这件爱情是有关系，也毋过会煞永远无见面的机会呢。了解。其实某些程度上，很像我们现在在看的偶像剧吼。也毋过偶像剧大部分来讲拢是一个好的结局啊，但、就是到最后嘛是有无好的啦。大部分。最后都会做会啊，对不？是啦是啦，这我在想啊，会不会因为当然传说归传说嘛，只是我在想，总是会有人说各个神奇神明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是谁，他们怎么来，会不会这就跟他们原本在世的时候会不会有关系。其实依照的这个我们去查资料，阿晨找到了几个还蛮有趣的一些内容哦，就是有找到几个关于孟婆的传说了。好，关于孟婆在世的时候的一个传说。好，首先我们先讲第一个的部分了。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说
一开始啊，人世间拄啊好要起来的时阵吼，佮再进前吼，对，分作是有天、有地、甲人间三界。啊，天界的这个权力啊，是上界大的，就是会当掌握所有代志吼。啊，人世间就是咱即卖这种人的人活的所在嘛吼。啊，地嘞，就是地府。啊，伫这三界当中有一个规定哦，就是讲无论你是天顶还是地下。诶，即个神仙啊、阴官啊，每一个人拢有因家己需要做的代志吼，有遮个任务啦。啊，讲其实命簿就是对迄当阵三界分开的时阵，就已经伫诶即个世间上啊吼。啊，原本咧是天界一个官哦，要毋过尾啊，伊就看到讲，人世间哦有真侪人有这种冤冤怨怨哦，非常侪啦。所以讲，伊就决定啊吼，到阴泽地府诶，即个孟川何家啊，伫诶即个所在哦，就藏着一个专门来煮着面包汤的一个大鼎啊，来伫遮吼煮着即个面包汤啊，会将即个世间的人呐，藏袂落心的即个冤冤怨怨吼，拢将伊哦做做汤啊，来吼即鬼魂啉落去啊，将遮一。切代志拢甲伊放袂记，会当行入去后一个轮回哦。啊，这个讲法啦，吼，讲上一开始吼，伫个春秋时期的一个道家的册内底，吼，都有这相关的这代志吼。啊，其实讲关于着命簿的这记录，咱一开始上介早的一个写法，伊是伫个《山海经》内底会当看到。伫个《山海经》内底吼，这个原文是写哦。帝之二女，这个帝是皇帝的帝哈。帝之二女游于江中，出入必以风雨自随，以帝女故曰孟婆。这句话其实来讲啊哈，伊是命簿的传说当中是这个尧舜禹的尧哦，这个皇帝哈，伊的查某囝啊，听讲吼生了真水。尾下咧哈，这个尧啦看到舜哦，真有才情，所以就决定啊。将这个位置来让给孙，吼阿妈将查某囝吼来嫁好伊啊吼，啊这面婆呢生了真好看啦吼，啊尧帝吼嘛对伊查某囝非常介意吼，啊这面婆嘛足介意受罪哦，也唔过啊，最后煞因为吼，这个受罪的时阵呐，无注意啦，就发生代志吼，总安尼过身去啊吼，最后吼伊就变作是一个吼，自然当中的神，吼，人讲伊是风神啊，吼，就是会当来操纵着这个风的这个神明。啊，尾啊咧吼，从安尼吼变作是女神的吼，变作人讲伊原本是天顶的神嘛，吼，就是这个风神吼，变作是冥界当中的命簿。所以讲这是一个讲法啦，吼，就是上一开始伫个《山海经》内底这个记录的讲法。啊，另外咧吼，就是有尾啊吼，搁伫这个听讲伫长城边啊，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吼，长城边啊。匈奴啊，不是啦，孟姜女哦。其实啦，有的人讲哦，命簿伊另外一个身份，应该是讲另外一个讲法啦，讲命簿就是孟姜女。讲当尊啊，孟姜女是不是哭倒长城，把这个长城来改靠家吼倒起了后咧吼，而且看到长城的下卡有真侪这个尸骨，伊也唔讲吼完全找无伊家己的红腮，所以为着要给家己啊。将这代志拢甲放袂记，所以就开始咧想，用虾米款的方法吼，伊就去做着这个孟婆汤啦吼。啊，尾后伊对着这红腮思念啊，嘛去感动着上天，上天啊，最后就讲，让伊卖受着这种轮回的痛苦，啊，就让伊伫个奈何桥边啊，来做着这个命婆汤，会当将这个代志吼，拢总甲放袂记哩吼。啊，关于这个孟姜女吼。除了是这个故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啦，就是讲，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伊伫个这个万里长城哦，靠甲倒去了吼，伊无都放袂记伊的红腮嘛吼，啊，逐工拢安尼，心情无好，真郁卒，爱拢到这个地府的奈何桥吼，伊就算过身去到地府的奈何桥，嘛是搁咧等伊的红腮，想要等伊的红腮，甲伊做伙去投胎啦吼，也毋过有一天咧，这个孟姜女总算是。看到要准备吼，搁去投胎的这个伊翁婿吼，这个人，也毋过伊早就已经袂记得伊是虾米人啊。伊搁看到伊的时阵呐，其实吼，伊这个面婆已经变作是一个老太太啊，就是这个孟姜女啊，已经变作是老太太啊。毋过吼，这件代志就感动了地藏王菩萨。
啊，地藏王菩萨吼，伊就希望讲，这个孟姜女啊，会当放下这件代志去投胎，也唔讲吼，伊煞无愿意啦吼，伊当安尼就伫个奈何桥，啊，讲会当吼一直看到伊的翁婿吼，会过一摆投胎，过投胎，啊，会当一直看到伊啦。所以讲，伊就是安尼就伫个奈何桥，这甲咱拄只所讲的吼，甲元老的这个故事，佫无同款啊。全部不一样。这让我突然很好奇，在各个神话人物里面，他们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难过，或者是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愉快，那他们怎么面对？因为如果我以玄学的角度来说，我一个新的轮回可能我就忘掉了等之类的，但是当他必须保有这个记忆一辈子的时候，那又会是什么心情呢？这是一个蛮值得可以再去发想的一个概念吧，我觉得。其实咱拄只讲的这个故事吼，除了这两个以外，佫有一个讲法啦。啊，不过这个吼，简单来甲大家讲就是讲，另外一个就是讲，明伯伊是西汉时期的一个人哦，啊，自细汉就正解读册啊，啊，正解念经安尼吼。然后传说当中就是讲，伊在世的时阵吼，将来拢袂去想过去的代志，啊嘛袂去想未来。伊就是希望讲，我就是伫个即马即个时间吼，我认真过着即马的生活安尼，啊，伊就是劝世啦，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做好代志啊，吼啊，所以讲伊到年岁真大吼，讲八十岁时阵，八十一岁时阵吼，也阁是人讲处女之身啊，迄当阵的遮个人甲伊形容讲伊是处女之身安尼。啊，迄当阵吼，人就讲伊姓孟，伊姓明。啊，尾啊吼，即个明伯啊，伊就选择讲去山顶吼去修行哦，就是离开这世间啊，这安尼纷纷扰扰的代志。啊嘛，因为迄当阵啊，其实咯，世间上是有真侪人诶，伊会知影伊前世发生虾米代志，啊，从即个记忆搁炸去后一世人吼，啊，安尼拢会受到一挂天机对无？所以迄当阵啊，上天哦，就将即个明伯来改封作是幽冥诶神明，啊嘛。建造着这个驱妄台哦，可以伫遮会当予人啊，啉着这个面包汤啊，将这会泄露天机的代志来解放袂记啊。了解。所以在他的传说上来说，由来其实蛮多的哦。但是大家往往大家在讲到孟婆的时候，我都会讲到孟婆汤，然后这个就会变成很多的文章，会变成很多的创作。像我之前看到的。这个偶戏团他使用孟婆汤这样的一个元素，其实那个偶戏他除了讲孟婆还有孟婆身边的人的故事之外，更大的一个是他显现了他把操偶师搬到台上，一般那内容这个偶啊新闻单看布袋戏，我们只会看到布袋戏而已嘛，我们不会看到人，那个是整个舞台都让你看到人跟着整个在操作，而且他的那个孟婆他不太是有人真的演孟婆，而是把孟婆的脸那个面具挂在上面，旁边放了几个白绫，这样子就变得是非常的诗意魔幻，整个氛围全部都出来了。所以当下我自己也有料到嘛。那是在另外来说呢，关于说另一个大家可能会小夸歪题，小夸歪楼的，就会想说孟婆汤的口味到底是什么的原料，到底是什么，要怎么做？其实关于它的这个原料啊，我们也有找到一点点的资料，其实就是奈何桥的河水、两颗忘忧草跟三朵的玫瑰哦，是如此简单的一个孟婆汤哦，就会做出甘就是甜的、苦的、香的、酸的、甲咸的五种口味吼。好，这五种口味，假设那是讲，好阿定你会当家己来选，你想要喝哪一种？我想要啉到一种吼，我苦的先免啦吼，我即世人上惊上讨厌的口味就是苦，我可能会选酸。哦，为什么？因为我感觉酸的迄个气味，就是。敢若有淡薄无好啉，也无好啉，也毋过你啉了后，佫会感觉迄个口味其实是真特别的，佫无遐尼啊讨厌。是，其实啦，所以说我的口味我上惊的味就是酸的，我上惊酸，也毋过苦我是会当的。啊，毋过对酸来讲啊，我伫咧想讲吼，伊有这五种口味，毋知是伊是会当家己选，还是讲明白讲，你爱袂记是倒一项，所以你爱啉这个味安尼啦。那如果尊说你让我喝酸的，要让我不记这一件事情的话，可能为酸来说，在我的这个经验里面，我就是会有想到说，
哇，有的时候会看到自己跟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他有了另一半啊，或者是说他有了其他不一样的生活，但是他没有跟你不好，他只是时间上来不及。但是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不懂嘛，你就是会觉得哇，怎么可以呢，天理不容，所以难免上都会有一点点酸的感受。但是这个是小时候，当到了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酸有的时候你没有好好处理它，它就会被放大。所以导致于说你在寻找一些伴侣关系的时候，哇，往往就会容易因为对方的一点点的小举动你就酸爆。所以这个是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说是这样，所以你要我遗忘的话，我可能会很乐意去遗忘这种酸的感受。可是你要我去遗忘这种爱人的感觉吗？我觉得我打上一个问号，我可能不会想忘掉这件事。但如果忘掉这件事等于我要放掉，就是我要持续持有那个酸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愿不愿意。所以以这样子来说，我就另外又觉得，如果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故事，明伯一直在奈何桥可以看到一个昂赛，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伟大的。然后刚刚因为你今天在思念那个人，不过你很久很久才能看到一次，我觉得那真的是需要很大的耐心，也跟非常坚强的心才有辦法做得到的。但是不管如何，这个传说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对于爱情的真挚，我们很多对于事情的执着，或者是告诉我们每一件事都是一段过一段，每一件事都可以去放松去改变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大家拜拜拜。